来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停，到我是听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糖豆人之实况组挑战赛。那今天比较特别，我找了一个我女朋友来一起来挑战。宝贝，宝贝，你要带人家吃鸡呀、啊？你如果不带人家吃鸡，我晚上就不帮你。这一把可以吗？哦，就是反正我们的任务是吃鸡嘛，不如没有吃鸡的话，晚上就吃鸡鸡嘛。对对。那你今天要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除了吃鸡鸡以外，好吗？不知道。就是要一起挑战吃鸡，然后如果先死的那个人就有小小的惩罚。OK。嗯。好。好啊。好。哎，这个新官啊，闪闪。你有玩过吗？可以带我吗？女朋友、肯定可以的、啊。开什么玩笑、啊？你要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，都有一根脊椎，好老哦你、欸。难道你没有吗？我完蛋！哎，完蛋完蛋！完蛋！这关好可爱哦，新关哎、欸！我掉下去了呢。怎么办？要等你吗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一个人蛮坚强。啊！我也啊！是在哈喽，我也跳去了。那哈喽，哎哎，为什么我跟你要在同一个区块啊？为什么？不科学啊，没道理啊、欸！你怎么比我慢啊？我刚刚啊！我们一起撞那个板呢、欸？我们两个是这个天生一对、欸，并没有哦，一上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我刚在下面。拜拜！哇，我先快点掉了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我们第一关就输了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有点担心了，我有点担心了。没关系，我等车。就叫你昨天不要太操劳，好吗？哎呀，那个手脚都软了。真的是微软微软啊！这一关、欸、完了，你过了吗？你过了吗？还没啊，我到下一个地方而已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棒棒糖啊？哪里有棒棒糖、啊？中间那个，看我那。哎、欸，这是折丸吗、欸？靠腰，哎呀，折丸、啊，折，你喜欢吃折丸？你喜欢吃折丸吗？我蛮喜欢吃鸡的啦，哦，鸡的折丸，鸡的折丸哦，给腐烂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到了你，等一下啦，你很棒，光怪，我快到了吗？对，哎、哦欸，你不觉得这一根很像？你有想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是问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像？像什么？荧光棒就一道光啊！荧光棒对不对？肯定是的啦。嗯。啊，这个、欸、你要到了。这荧光棒可以避孕吗？好像。哎、欸、啊！我不会用，去哪里？怎么用？你要被那个棒棒戳屁屁啊！真的假的？是你的屁股要对准它啊？这么舒服的吗？这样子，你看中间有一个洞啊，对准它啊啊！哇、啊啊，有。通体顺畅了吗、啊？舒服了。有比被我还舒服吗？我不太喜欢双头龙哎、欸，老实讲。双头龙是什么？嗯、你解释一下。双头龙就是打那个魔界龙的时候有两只这样。啊、uh-huh. 对对对对。是这样子、啊。嗯。有没有爱我？老实讲吗？对啊。爱我吗？没有爱我，但你却每天，这是可以的。你却每天跟我，我每说爱，真的吗？我每天都有私讯你一些，对啊，我每天都有发一些不雅的东西给你看吗？结果我都没回你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不顶哦！我没有，我要去按按钮，前面按钮才会开门。哦、你这个傻瓜，哇塞，你好强哦！我就跟你说，我是贤内助了吗？真的不行。是贤内助哎，拜托，超棒！哎、欸，你们要赶紧推呀、啊！对，再拖了，再拖了，再拖了！哎，对，再拖了吗？再拖！我才刚穿好，你又要脱掉了吗？赶紧推，赶紧推！你平常都穿什么风格？我可以知道吗？我平常我现在穿裙子哎，比较方便哦。哦，就哦，啊，我可以去那个吗？那个不是我不是。不是我先，我先，我敞开，你知道吗？敞开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有那个有北七的，看，完蛋！蓝色的，完蛋了！快点快点！我把他挡住！碎碎碎 ！Nice！ 哇！差一点，
要大家想看《三弹惩罚》吗？不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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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打想。想。聊天室想打想。可爱打可爱。哎，这个打爱爱。嗯。这是什么？三叉杖还是？三叉戟。哦。这里，然后要多一根。哎。哎。我去下面踩平哦。这里。你是不是有点愚钝啊？不是，我不想添乱哦。你是不是有点啊？我就怕被骂哦。脑袋空空。我就怕被骂哦。脑袋空空。啊，那边没弄到一个，少一个。这里两个，这样子。完了。好，你那边。完了。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狗妹妹。这里。靠你了，宝贝。哎。对，还最前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你很棒。怎么都我在动啊？啊？你怎么都给我动？我今天比较累。你比较累，所以都要我动是吗？对。就是这都在讲什么东西？好帅啊 ！Nice 啊！哇，你真的很猛哎、欸。对啊。女强人，娶到你真香。真的觉得玩游戏这种东西哦，就是天分啊。真的。对啊，既然没有天分，这也没办法。中间给你踩，耶、yeah ！我们这感觉是第一哦，是不是？你要确定哎、欸，你要确定呢？哇，很棒、欸！看一下，这样排下来，哇，这张好难哦。嗯，这张怎么感觉特别难啊？这个我不动哦，这个、还是？等一下、哦，哇，你那边错了，这个没有，对，然后这边没有，上面这里没有，对，上面有，有喽，我是第一个，耶，客气呢，哼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决赛了，这个是蜂窝，一般的蜂窝不是采完就不见吗？嗯，但是这个会过一段时间会跑出来，重生，然后它重生时间会越来越久。哦，是哦，隔比较久才会再重生，嗯，对，越后面的话它会越慢重生，前面的话就都蛮快、欸，有能量球，哦，一格就直接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就是有一格、哦，但它会一直重生呢、啊。那可以 K 人是不是？对啊，有能量球 ，K 他 K 他 K 他，有啊有啊，有在射他射他射他，射他们，哪里最擅长的？哇哇哇，差一点。欸、我差点被 Ken 走哎、欸欸，怎么了？那个球球球，我很怕炸到自己、欸。那你要小心哎、欸欸，真的是、欸，小心一点。有人想 K 人，很坏。哎、欸，你小心用那个很大片哦、喔，真的。他那个炸掉很大片。你在哭？我把它踩烂。我要陷害这后面那个人。能量球。别别别！手上有球，哎、欸，你有两个人淘汰了，完蛋了，我被害死了！哇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哭啊！我掉下去了！事情怎么会这样子？有一个人在前面害我，贤内助靠你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宝贝靠你，宝、哦、贝你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还在努力哎、欸。真的、欸。你很 Q 哎、欸，你的脚好可爱哦、喔，那白脚好、啊、短短的，很像猫哎、欸，很可爱。完了，哇，完蛋，完蛋，后面，哦，碎碎碎，哦，我靠，你那边啊啊啊啊啊啊！你输了哈，你要惩罚我啊！我你输了，请惩罚我。没啦，我输了，哎、欸，我很少输哎、欸，这个唐顿是我主场秀哎、欸。啊，是这样哦。完了，好啦，愿赌服输。那你要问什么，还是要我做什么？给你，欸、给你选。我想很想知道一件事情、欸，就是你有在外面坏坏过吗？坏、嗯、坏、嗯、什么东西？拉屎是不是？外面拉屎有吗？你说外面拉屎吗？去别同学家拉屎？外面啊，什么？例如。夜风高夜晚，公园啊，停车场啊，顶楼啊，没有。可是你的坏坏是积累啊，是是要全黑打吗？就是那
哦哦哦要哦要哦哦哦，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哈，原来哦，我以为你会有。屁啦，到底想不想吗？渣男哦。哦。哭哦，你有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哎、欸，我又没输。哦、oh, 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没输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重点是我连在家里哦，我们都没有啊。嗯、啊？不要骗了啦！真的没有啦。大狼大剑啊！真的没有啦。好啦、啊、大家拜拜。不管有没有，那大家慢慢。那个感谢今天闪闪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糖豆人挑战赛。哦、oh, ，那个想看我找其他主播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那我记得去看闪闪的影片啊、哦。那我就下次见，拜、yeah. 拜，拜拜。